问嘛，百病包治那都是骗子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上电梯，你赶紧回家啊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我又怎么了？你起码告诉我你去哪儿了吧。坐，他哥马上到。据说你们谭总不是从不迟到吗？他已经在楼下了。啊，我开个玩笑。那您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谭总。贝蕾，奇遇公关公司总监。啊，我们这一天还真的是奇遇了。对不起，谭总，你没做错什么。我不该跟您抢电梯。怕迟到，好品质。在机场，我也不应该那样跟您。好了，说你们的提案吧。谭总，我还是想先道个歉。对不起，我手机网络震动了。贵公司。你们公司